开始啊哦。阿公，你若来，你是袂放心玉贤了。阿玉贤牙切了好无？阿公，你这阵敢会笑起来？起来。
的英雄，我徛在这为你打破啊。把手借给我们好不好？为我们陈春明要加油。月光夜边当梦想，山风吹来云吹破，更加开心啊，永远的英雄。为你打破啊，胖吃卡的囡仔，勇敢的英雄。还有一个多礼拜，是我们恒春的每一年的中元节收果皮。这个故事是阿公讲给我们听，然后我们尝试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写给阿公唱。我想恒春民谣会有一个新的方向，就是我的囡仔拢愈来愈爱乐器，所以让我们一起。捧只卡的囡仔，阴暗的英雄，我徛在这为你打破啊。哎，谁教你乐琴的？阿奏。阿奏是不是？那你对乐琴很有兴趣吗？嗯。那我觉得你要继续练，因为我觉得你好棒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那个永能啊，我知道你一直想把农村的那种很自然的音乐带给整个台湾哈、嗯。这首歌什么时候写的、啊？这首歌是在去年我跟玉贤然后一起参加那个树高平。OK。那我很感动，就觉得那个。那你知道吗？那个台湾的运动都是最厉害的往前冲，可是我们恒春的树国平是雄悍般的心胸、哦，然后最厉害的在一鼓作气去做英雄。OK， 可是没有人要拿第一名。OK， 因为他们觉得只要完成就好，只要开心，对，大家不是去竞争，对对，所以每年都会有人爬不上去，可是他们都要报名去， okay. 然后脸涂得黑黑的去牛油去拼那个第一名。而且我觉得你的表演太厉害，你找了这个行动艺术的这个朋友来。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下乡，哦、下乡啊，所以我们不是很红的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先去把农村的人带出来，去吓他们，像以前的偶尿寡妇团这样子。哦，啊、所以啊，农村的阿公阿妈看到他会不会吓一跳？会，会不会来摸他？是不是真的？然后再把孙子带出来。他说：“哎，这真的哦，这真的。”哈哈哈！好可爱，我觉得我们永能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推广，把这样很自然、感动的音乐推广。然后他用了很多方法，再给他们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今天可以达到大奖。谢谢。